猫能吃酸奶吗？猫猫呢，首先第一点啊，它对于一个味觉上来说，甜味是缺失的，所以你想看到它主动去吃酸奶也比较罕见啊，所以这也印证了为什么我们家狗狗吃酸奶就特别的兴奋，因为狗狗能吃到甜味儿嘛，它喜欢这个味道，猫猫却不喜欢，所以猫猫主动吃酸奶的一个几率就会比较低。那再其次了，那猫咪吃酸奶有没有问题呢？其实大部分大体情况下少吃一点是没有太大问题的，因为酸奶含有一些有益菌，可以帮助一个肠道菌群的一个变化和帮助。但是诚如我讲的，猫咪本身自行摄食酸奶的一个可能性就极低了，所以这样的一个现象并不容易见。那这个时候也不要强迫它去补这些奶制品，因为猫咪在长大了以后确实对于奶制品没有一个特别的喜好。